안녕하세요. 在韩国一个人去烤肉店要怎么说몇분이세요한명이요한분이셔우리가1인분주면안돼2인분먹을건데안돼요아휴들어오셔들어오셔편한데앉으셔一个人去一定要点两人份以上아일단화장실가겠다화장실비번호가5286 5286오케이5286厕所几乎都是要打密码或钥匙뭐드릴까삼겹살3인분목살1인분항정살1인분이렇게주세요아가씨가많이먹네다어디로들어가는겨사장님앞치마있어요벽에걸려있어와이제먹어야겠다按铃叫店员치더주세요아그리고쌈더감사합니다小菜跟包菜都无限取맛있게드셨어78,000원네사인아영수증버려주세요在韩国发票只是垃圾而已안녕히계세요네또오세요在韩国便利超商的微波食品都是要自己加水啊加调味料进去做搅拌再来微波跟台湾完全不同在微波辣炒年糕的时间我先来用这个玉米瀑布加上吃感觉很好吃耶结果一转头殊不知我的辣炒年糕直接爆炸赶快求助店员我以为他要帮我擦结果他给了我湿纸巾跟卫生纸花了40分钟都在微波这个食品突然觉得在台湾太幸福了其中一样辣炒年糕跟玉米瀑布超级好吃剩下的吃起来就觉得还好我还是习惯台湾的便利超商方便多